俗语讲，金步在家己，稳步在子孙。风水师叫原始人的后世回招，做害家己的查某囡仔，甲别人公家红晒。千金女痛苦到要起笑，却不知影痴情男为地空地王，甚至去杀人。风水师更加惊在下手。地下宫是变怎改变这条世界，不服风妙之主呢？三日台湾台29频道，拜五拜五暗时7:30，四川台湾地下宫做风欢走。